好中意做埋啲好苦好恐怖啊！其實我諗我個幽默感咧係嚟自我好黑人憎咯。呢度我話的是，送你一份非常之好嘅禮物，就係每人兩股。有些就大一點，有些就小一點，坐著那就兩股來的，你不要告訴我啊，你我不要你那個。那我經常拿人的缺點來笑，可能因為人小時候被人笑我的缺點笑得多，那我就懂得怎麼笑人。一入個課室啦，咁就嗌各位好咁樣，咁我哋聽到都係各位好喎，咁我就咩事啊咁樣，咁所以咧就以後咧就好多人都話啊各位好，各位好咁樣咯。我唔記得。我老公話叫我嚟鋪頭咯，咁我咪諗住嚟睇鋪咯，咁諗住睇鋪嘅啫嘛，咁睇鋪啫嘛，諗住使做噶嘛，咁做到而家不知幾犀利啊，咁我又要搬汽水啦，咁你又要啊賣煙仔啊賣啤酒啊咁樣。你知道啦，我甚至不知道有吹水噶嘛，咁好難噶嘛，咁但係冇辦法啦，我要適應環境噶嘛。